八，然后密码的话也是4988，然后点 OK， 因为它的是7点的嘛。好，然后看这边，我们可以先点按，然后看这边，它有没有出，它一样的，你看二号还有出了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就是以此类推，它如果哪一个不出，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大致的先可以就知道，就是它哪一个不出，然后可以把这一个什么呢，就把这个地方给它稍微调一下。不用不说了吗？假如说三号不出，那我们调这个东西，调这个。先卸牙，卸完给它关掉。这一个是有方向的，这一面朝下，这一面朝上，然后给它用那个汤锅，装之前可以用我们这个洗瓶，然后对着这一排每一个那个喷啊，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拿个纸板在底下过一下，第二个有点问题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再来一下，因为刚才那个清洗剂还没过来，我们多让它喷一下，对吧？现在是好的吧？对吧？现在是好的，完了之后你就拿到汤锅里面泡一下，你可以先暂停一下。它如果没变形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就不需要换，如果变形的话，那这个小的那个阀型的那个垫圈